就是得以这样的心情来完成皮亚诺的心愿，所以这场在最后片尾出现的彩蛋，也就是激烈的 kiss 打仗，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开始喽。千万不要去撞到门哦！只是看似激情的撞过来又撞过去，还要撞在固定的位置上，一不小心就会忍不住笑出来。好一样哈，走，好一样，对，再激再走，好好过。刚刚过以后，对对对，好，一路对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扯他的皮，对，可以去扯他的皮，好，对，好，走，好，两个相侧，对，好，一路走，轻快一点，对，对，滑动，你只要有重，对，对，好，对哈，好，好到这里哈，好，然后开始靠那个房卡，房卡，房卡在哪里？先摸一下门，我先闻到地方，我先摸门。再不要倒了，倒失明，头发已经不快，失明啊！我等一下，然后我拿房卡，房卡了，对对对，快一点，好，我杨总。没有，我不讲话，我摸门我就知道我到了，然后我找一下，没有，然后没有，我找一下。不是在那里吗？没有，我们讲房卡，然后就居在心，在。对啊。好，然后开始抓了，逃！我找，对，你再帮我抓下去，对，好，对，这一拍哦，到那个，找到了，马上就跳上去，对，直接跳上去哦，那个房卡抢过来就跳上去，然后你去刷那个房卡哦。我先找，然后你还不放过你，对，好。然后手去撑他，没有手去撑他的，对，啊，然后啊，不，我不要这么用力，我是那种舍不得离开，就不用说话了，对哈，就知道可以开二了，好，然后那这个时候就跳上去，真的跳，好了。对，跳高点，要跳高，小心不要撞到那个门哦。好，来，它是很高啊。对对对，好，来，我们要出来的时候一起看演员，就知道要战斗了。对，好，我们两个，好，刷了，继续，好，继续，好，亲，对，好，我们推。你这个干嘛呢？哎呦，我他妈的！好，再贴一下。因为采用一镜到底的手法来拍摄，所以事前得先讨论好战斗的位置和推挤扑上去的力道，要一次就 OK。只是这凶暴程度到底该如何拿捏，真的得靠很有经验的哥了啦。不，你就直接扒一下，亲，你真的扒一下没？我扒。对，有一点这样的味道。再用力，再比这再大力。其实这个，因为一只手。我怕我不会呀，顶多掉几根毛哎。对，战斗啊！一定要这样啊！这样不好吗？你在干嘛？你再凶暴一点。我不凶暴，我不会。手不要刻意张开哦。是真的被整个撞过去，手不要配十点，你还是刷，对你还是刷了他肩膀，保命，小心你的后脑勺，你只要头往前，那个后脑勺不要撞到就好，身体撞不会死的。真像不是推土机是，你还是要使点力，推土机是，我教他一下，哇，看过你条件，我会，可以推一下，然后这是你呀、啊？啊？那女生会这样？可以啊，好惊艳啊！师兄，右手去推他，对，好，过去哈，过去用，
是左的就会吓到哈，左的就会吓到之后，那看他又马上又亲上去了哈。好，对，好，哎、欸，他这么猛，你会被挑逗起来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哈，哦。就说了吧，这师兄不是喊假的，但到了真正开拍时，楚楚的战斗力怎么好像不是那样子呢？你把他弄成这样，看一下，嘴唇都发白了。在现场拍摄时，因为怕穿帮，所以剧组人员全躲在走廊的另一个转角，等待着肚皮边 kiss 边撞进1314的房间里。当导演一喊咔，幕后小组立马操手刀冲进1314房门前，好奇这1314的门后肚皮不会已经伸出 baby 了吧？那不用，他流血，不是流血，哪里？第一次出血就被在哪里？就脸。这个我回到一条，真的假的？差点，看得出，没关系，顺。没有嘞，痛吗？感觉？我不知道，来一次。久啊！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万不熟练啊。我刚想说怎么办？明明就你们他在那边乱死，你们在那边偷听，害我开不了门。你就你啊你！你别乱说，乱说。你在那边这样，然后害我开不了门。流血的地方可能不会是嘴巴，小智说的是手肘和膝盖啦，别想歪。是的，肚皮灰也结了，床也滚到了1314，房门后的美丽风景差不多也就这样了。但这最后的最后，肚皮两人怎么又斗起嘴来了呢？哇！天哪！你看我们这个花絮都很正经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经。别人花絮很正经，我明明坐在旁边，你为什么要对照片？正经，你现在没有东西啊，所以这个照片里一定有啊。他真的是很棒。你要再唱歌？可以唱也不是办法，对不对？他总是要唱一点正版追忆，可以送出的，对不对？你唱。继续啊！再交给你啦！我本来告诉你，因为你很想我。他们听懂确认，听懂确认。在杀青这天确认这是好棒棒，但更棒的是，帷幕后也有隐藏版的彩蛋等歌迷来领哦。示范一下我抱，不要一手抱，好啦，就最后了，陈所把最后的力气用光。那你抱好，我知道。不行，他可能抱我抱不动。好，那算了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在床上。哎，我紧张。你真的可以？想要怎么样？想要怎么样？我站了，我站了。没有，你放松。陈所还怎么办？
样。你不用，你站好了。不行不。我来喽。什么？我要走了，我们现在还有一场哦。我觉得我可以。那来，我上喽。有些时光需要出现。我可以。